怎么样？情况怎么样？你在那给我盯着。爸，你是不是想叫我帮陆欣一把啊？我很清楚他性格，他要是败得很惨的话，他一定会。可是现在来不及了，你要知道啊，要是我现在跟进去的话，我会啊大赔本的。换句话说呢，假如我来收拾这个残局的话，我就会大赚呢。爸，你这……哎，如果我没有想到有今天。 我也不会让你胡来的。做生意嘛，本来就是如此。听我的，啊，就算陆心呢，多失败多两次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我呢，你爸爸呀，还是能够把他扶起来的。听我的吧，啊。<笑>我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这种事不要再问我。 过来了，把这些东西拿走，拿走，把这些东西拿走。这是远洋国际，这是飞大空母，是安娜空母。还有这个，你看吧，那份东西呢？ 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我们困难的时候，否则的话，要是有什么闪失，就一蹶不振了。
就完了。也许我现在跟你讲的话你不会了解，不过以后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把我的话想起来就可以了。小阮，啊，什么事？没事。孩子们都上车了，走吧。啊，好。啊，终于可以受够了。嗯，还有两首歌就 OK 了。改天我再来看秋秋和云云。那你需不需要我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姐姐再见。姐姐再见。凡哥哥早点。哟，吃的来了。等什么呢？这没有我的。当然有师傅的。哦，谢谢丽丽。哎，咱们录了几个小时了？几个小时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已经两天没在录音棚里了，是吗？咱们录了这么长时间了。对呀，凡哥哥，你想想进棚的时候是谁给你做录音的？哎，对呀。哎，我进来的时候是吴奇帮我做录音的，怎么现在换成他了？哎，吴奇在隔壁睡觉，房间里只有你一个是神仙了。
还不得等个大力过去。喂，哪位？喂，我找一下陆欣。陆欣他不在。他不在啊？在哪儿呢？我想在家吧，因为贸工部的官员正在做检查。哦，好好。Please turn to more care. OK, more care. 今天不知道多少人跳楼啊。小冉该回来了。哎，刚才你说有人跳楼，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这两天股票暴跌，好多人跳楼啊。你叹气做什么呀？你又没有把钱放到股市里面去。我是想那些有老婆孩子的，钱没了就跳楼，真是搞不懂他们怎么想的。你担心什么？人家大钱也挣过了。做人不可这样讲话的，同情心也没有，这么良心啊你！你怎么这么有同情心？好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打电话。喂，哪一位？我是林凡。哦，是你啊。哪呢？在录音棚里。是吗？喂，小冉，你怎么这个态度啊？你怎么了？咱们俩几个月没见面了，你怎么连句问候都没有？喂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了还问？喂，我早知道了。不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马上过来。哦，离我这儿不远，你等等我，我马上过来啊！等等我。怎么走了？啊，我有些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是他欺负你了，你别怕，我去把脑袋给他拧下来。那就是太想我了吧？你还有完没完？陆欣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陆欣怎么了？陆欣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我们赶紧找他去啊！我找了，可是哪儿都没找到。你找不到也找。你不了解他。怎么样？你是说他会？肯定会的，他太好强了。不会的，这一定不可能的。肯定会的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我们得做最坏打算。
Tiket ke Pelabuhan Kelang. Harga tiketnya RM20.南冰也很着急，他说他会尽快赶回来，可他也说不出陆星到底会去什么地方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要是再找不到陆星，陆星有可能……走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到底去哪儿啊？电视台。陆星找到了吗？我在大街上。过来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。好，我十分钟后到。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他到底去了哪？哎，林凡，如果你是陆星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可能会去海边吧。等等，去天堂岛。你能肯定吗？咱们走吧。
是不是应该先付你钱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们这里啊要先付钱的。多少？看你呀、啊，蛮书生的，收入也不高，就算你50块一天。先付你2天呢。先生，你带了这么多钱，就付我10天的钱嘛。先付你2天呢，剩下的你2天后来拿，好吗？嗯，好了好了，我来我来。这个锁匙给你。谢谢，我不用。不用。你可以走了。好好，我走我走。发现我尸体的先生或者女士，这些钱作为我不得已的行为，对您精神上惊吓的一点小小的补偿，请电告林凡先生来处理我的后事。我的身体任何部分如有可供现代医学之需要的，请任意处理，其余部分火化，如果方便，请带回中国，交予我的父母；如不方便，撒入大海便可。再致歉意，陆欣。林凡，我亲爱的兄弟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原谅我不辞而别。在那边。
了？我不过去。怎么了？我不认识他。哎，认识他你总该听说过他名字吧？他是这里数一数二的三位巨子。温先生，祝贺你！我看下一杆咱不用比了，你已经赢了。So what？你替你哥哥免除了200万的债务。他的未婚夫刚刚去世，你还这样，你怎么忍心？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不知道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先告辞了。你知道，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最纯净的地方，那里边不得半点事。而且，你和那只心里不一样。知道你，你早就应该知道。你记住你这个说的话。好了好了，我会记住的。怎么，我们又要吵架了吗？什么都好，就是小心眼。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聊聊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时间。当然了，我就是先全部给你。什么去沙捞越？不，你是预谋好，是预谋好的。签字仪式那天就，签字仪式那天他们没有出席。我也想整我，多谢小毛毛，你让我当成土老一样。哎呦，哎，好朋友啊。咱们分头找，你们去那边。先生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的人，他前两天来这儿的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谢谢。妈，那个年轻人不是来过的吗？你带他去厨房的。哎呀，你别胡说，快去收工。
怎么，小姐还是不来吃饭？小姐说，如果找不到木星，她就不来吃饭了。那你就想想办法吧。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我到哪去想办法啊？哎，吃吃吃。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怎么办？我等等，别说话。那天婉儿死了，我也要求在葬礼上放这首曲。别乱说话。基本上他已经脱了一个危险期，很快会醒转过来的。医生，那等多久呢？以他的体格而言，估计两天会醒转，除非……不会的，他一定能醒过来的。小冉，你可能是太累太紧张了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，我来替你搬天。不，我要在这儿等他醒过来。别耍性子。我不回去。两位请先离开，维中病房不容许这么多人的。好，我在外面等，有情况立刻叫我。醒过来，就算你什么都没有，我还是会陪着。南冰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陆星呢？陆星在里面，小冉看你来了。你们跟我去。好。
心，刘星，你醒醒，刘星，刘星。南冰，别激动。林凡，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南冰，没有小冉，陆星回不来。要不是他，陆星根本没有今天。你让他给我出去，我不要看到他。小冉，要不先回避一下。说啊，他有可能明天能醒过来，跟往常都一样，也有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的笑容，你的声音依然在心间，你的誓言，你的温柔忽近又忽远，挥一挥手，泪眼朦胧，不想说再见。长长的路，我愿陪你一起到永远。你的悲伤，你的幻想依然没改变，你的坚强，你的感动再也看不见。漫漫长夜，蓦然回首，往事又重现。冷冷风中，寂寞街灯，是我的思念。相见。
当然。我绝对会跟你分手。他还是你的。你是个明白人，你知道我并没有害你的意思。这么说，我应该感谢你了。听到你这首歌曲，感动到想哭。我想请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创作一首这么感人的歌？